狂潮 Pro ONPE， 这个颜色太帅了，非常亮的橙色。今天是首发啊，然后没抽签，就是排队先到先得，非常幸运搞到了。啊，这次发布会还挺隆重的，大周也来了，然后还不小心和大周合了个影，大家应该能找到我是那个。这个配色，它首先取消了那些这几个牙齿啊，然后这边后跟取消那个鞋底，确实也用不着 Pro 啊，然后这边是11号欧文的号码，然后鞋舌这边有一个太阳的 logo， 这个 logo 设计的真的挺漂亮的，太阳和安踏结合 Sun SUN， 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。鞋垫也是非常特殊的设计，前掌依然又是防滑垫，太阳这太阳的 logo 设计的真的非常漂亮，这边有些 TPU 能提供一定的总共支撑。然后今天买鞋加买配件啊，衣服帽子之类的，你可以去抽一个欧文的金签，就是我之前发的那个，然后有一个哥们非常幸运抽到那个金签，但是这个配色已经足够帅气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想干什么点赞关注。